一个女生拥有青春，两个女人拥有我们。女人不停地在寻找，不停地寻找童话般的美好，用心十分才肯面对自己，无可救药。我是歌手彭佳慧，最美和声范玮琪，华语乐坛产值最高女歌手，2018最感人的天作之合，我们真的幸福了吗？收录在彭佳慧最新专辑《我想念我自己》，闺蜜主打，风流女声制作，索尼音乐温暖发行。